小古文，至海海爸爸制作。介绍：枳，枳是一种果树，是柑橘属的一员，一般用来做篱落。它的果实很酸，不适合食用。古人曾错误地认为枳就是橘，只不过在南方是橘，过了淮河，到了北方就成了枳。正文：枳，枳，木名也，似橘，高五至七尺，多刺，可作篱落。春生白花，至秋成实，味酸，不宜食用。周礼云：橘于淮而北为枳。今江南枳橘具有，故二木自为别种，非官变异也。快来关注，订阅我吧。